那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你们要相信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天父是一定听的。所以你们也要那个态度要正确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喽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知道，骄傲的你必要把它降低，主啊，谦卑的你必要升高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依靠你的话语来做事情，来过生活，好让我们能够蒙你的喜悦。谢谢主耶稣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同在，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好，来，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先坐下来。